Ấy à.最近呢，我也没直播，这个直播要停一段时间，家里也没出去，秋天的活儿也多，干这干那个活儿，最近干活干的，端子也没好好拍，现在开始，三天两天就是拍一个端子吧，然后最近是一直忙的顾不上，家里活儿也多，大家原谅一下啊。